这次将为不插电电影院。首先是我去年才知道说麻豆这边有一间日治时期建造的电击戏院，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美，所以去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才知道说啊，原来麻豆是大台南北门跟增仁地区一带从日治时期到现在都还有电影院在经营的城市。所以我就想说在驻村期间也想要在这边盖一个自己小小的电影院。不插电是因为我本身对于17、18世纪的电影史前史非常有兴趣。那个时候的电影呢也没有用任何电器，就是用纸类木制品或者是一些家用品就创造出小小的动态影像的玩具。所以就结合不插电然后跟电影院，那就是我这次的作品展览馆，不插电电影院。这次作品我每一件作品除了说明之外，我都会写很简短的创作的原型是什么，大概几年的时候什么哪个国家的人发明，它的原文叫什么。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发现或者去重新想到说，其实电影起源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这次是在总研艺文中心驻村3个月。这次的展览作品名称是不插电电影院，没有用任何的电子仪器设备来制作一些简单又可以玩的但是又富有电影历史的小作品。一种是靠两个照片它们的方向一点点，我是许承竹，台南人，现在是独立电影创作者，那也从事一些电影教育工作。